常恩教练，你没事吧，常恩教练？ 这么严重，为什么给我们做示范？我有说过让你进来吗？您先别动，我学过一点专业的医护知识，我来。这不是您的旧伤，怎么回事？我不用你管。您伤的这么严重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说过了，不用你管。 您伤这么严重，我们怎么可能不管？这不是普通擦伤就能治得了的，我们去医院。我都说了不用你管，你算我什么人啊？凭什么管？因为您是我的教练。从凤英到松柏，我教过那么多的弟子，我是无数人的教练，你算我什么人？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？ 怎么？你是以方廷浩女朋友的身份来关心我吗？不是的，我跟廷浩前辈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什么呀？你告诉我。每天在松柏一起擦地、洗衣服、做饭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和方廷浩不是我想的那样。不是的，我只是答应了廷浩前辈跟他交往三个月，之后。 三个月，齐白草，我告诉你，别说三个月，一天都不行。我喜欢你。 你是以方廷浩女朋友的身份来关心我吗？ 你看，那都走了。干了。对，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干了。